某宣誓就职，而夫人周美青的服装呢是再次成为了焦点。昨天晚上，她在外交晚宴上呢是穿着一袭由台湾设计师林国基设计的这个水蓝色的洋装，是惊艳全场。而今天呢，她是换上了这个黑色套装，搭配了胸针，展现她的利落风格。不过今天呢，还有个漏网镜头，就是呢总统一下车完全没有等夫人，后来呢就被酷酷嫂直接的叫住，还说了一句：“奇怪呀你。”